阿贝，我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阿贝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大家讲述一个清新正直、不显示的勇者对抗随机乱搞大魔王的故事。话说我的脸怎么变得这么黑呀、啊？黑黑的、欸。好，那终于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第八集。那么记得这个赞要用力的给它按下去，好不好？那赞呢，就帮阿贝来点到这个666。三个六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先来提升一下我们整体的等级。那我们的等级呢，要怎么样去提升，是由观众决定的。好，那 Emily 呢就说我们要来点这个智力啊，一点的智力，安娜的一点的生命，还有我们 GN 力一点的力量，再来是泡面的感应。哎，点感应干嘛、啊？太无情了吧！接下来是我们的 N 强 ，N 强是香肠吗？我们的香肠哥要我们点智力啊、哦，非常棒。再就是这个 Kale 居然要我们点信仰 ，Kale 我恨你，我真的很恨你 Kale。然后还有我们的阿贤啊，贤师的勇者是不是要我们点力气 ？OK。那我们今天的等级呢就提升完毕了。好，那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，接下来我们在这一集所获得到的经验呢都不会去做个提升。那一样，到时候大家在这个下方留言，就会决定我们未来的这个等级提升要去点什么样的一个数值哦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要准备前往我们的史东威尔城了。我们的武器好像没有比较好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要先回去看一下，我们武器有办法来做一个强化吗？刚好有人问说，哎、欸，不知道小红帽有没有变成什么样的一个 NPC？ 哎、欸，小红帽还是小红帽哎、欸，没有任何的变化哎、欸。那阿贝这边呢，决定再来强化一下我们的战斧好了，这个盲级真的很好用。真的很好用。假如说以后换武器之后，这一把武器可以回退吗？感觉蛮需要这个功能的、欸。手机游戏不是都可以回退吗？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就来到了风暴关卡。哇，怎么有咒死的那只 ？OK， 我现在这个强度应该蛮强哦。我们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咯，我们已经有一点长大咯。Easy， 看来我们打这个恶兆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了。等一下，这个蝙蝠是不是有点厉害啊？哎呦，还有怪手嘞！啊，我们的这个利器好像可以把这个盾盾，哎呦，可以把它拿起来了。哦，不过好像非常非常重哦。非常重的话怎么办？我们来去穿鳞片铠甲，还是重哎、欸，还是重怎么办？勇者肩甲，哎呦 ，Sexy Lady 耶、yeah! ！来，我们继续的给他往北方走过去。话说这个路上怎么都没有怪啊？刚刚全部的怪都跑来找阿贝了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就这样一路的飘向北方。诶，好，这边我已经来过了吗？我来过，可是为什么我……其实我刚没有看太清楚，说那边有什么怪、欸。正常那边不是应该会有那个狼掉下来吗？51点的经验也太少了吧！哇，居然还有骷髅的战士！好，我们继续的往北方给他走过去哦。飘向北方，哎、欸，我感觉我现在超级猛哎、欸，对啊，超级超级猛！哇操，这只也太厉害了吧！居然还会防御反击啊，真没有想到！给他拍拍手，给他啪泼啊！啪啪泼啊！哎、欸，想走？等一下，我后面那个是全游戏中最强的那个狗吗？石锤？这是全游戏中最强的狗狗，出血狗狗。
哦呦，危险 ！Easy。哇，我们现在有大盾，感觉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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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安全哦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我要征服一下这里耶，但是怎么会有一个东西直接塞在这里面是怎样啊？话说那边的经验好像现在都太少了，我们就直接来去挑战我们的 boss 吧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来把这个罗杰尔给他弄出来。欸，我召唤之后就可以直接走进去了吗？我很少用这个金色的印记耶。来了，阿贝，我来了。我们的 boss 会变成What？ 拉达刚？什么东西啦？怎么是拉达刚啊？对，捅他，捅他。欸，这不能，哇，这个盾牌好像没什么用欸。阿贝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怎么刚好我卡不到？这个盾牌对我来说没什么屁用啊。我还是换回去我的这个可爱的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无战绩的战徽啊。他会不会有第二阶段啊？不是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鬼了吧！哇，天哪！他怎么不会倒？哇，我没血了，我没血了，太扯了吧！罗杰尔没了。张少怎么打？太扯了啦！直接就拉达刚了，真的是拉达刚欸。What？ 哦哟！哇，超级赛亚人！欸，我老实说，我还没有这么认真的跟这个拉达刚打那么久欸，我真的没有欸。我以前都直接用那个盾刺流就直接 A 过去啦。我的干，我赢了！来，先去把我们的经验捡回来，2000多欸，还蛮贵的，对不对？剩下最后一滴血了，他等下会不会变身啊？我怕他会变身欸。管了，看不到。哇哇哇哇哇，他这个不会停的欸，他不会停的，他就一直攻击我，是要怎么打啦？完全没有空档欸，超级扯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这么多的招式啊。我以前就其实对他没什么印象欸，以前就直接捅过去就赢啊，一直捅一直捅就赢啊。没事，哇，太扯了吧！这有办法滚掉吗？亏我这一次打得比较快啊！我的罗杰尔在干嘛？我的罗杰尔在后面挂网啊 ！Zero death， 这一笔算罗杰尔的。罗杰尔在挂网啊，不是我的锅啊！你们应该有看到吧？很明显吧？等一下，罗杰尔，罗杰尔，你又来了，罗杰尔，哦，救救你的主人啊，被这罗杰尔差点气死，就只会找死眠在那边爽，还会什么罗杰尔。罗杰，撑住，他快没了，没了 ，easy game， 被罗杰尔补刀了，终于干掉了，哈哈哈哈，有够难的啦，
太无情了吧！啊，我怎么没有获得到那个啊护符的那个？这要怎么玩啊？我还只能带一个护符啊！我的那个护符的空间的那个道具怎么也被随机掉了？这要怎么玩啊？我的天哪！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影片就先到这里吧。那么我们的这个属性要点什么，就交给你们了。那阿贝是在这边拜托一下，拜托一下，不要再什么信仰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我看那个一堆人留言什么，必须要信仰。哎，没有拿大如恩不能进来哦，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每次来都是有大如恩啊。居然没有大如恩没办法进来啊，难逮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